把同伴的尸体挂在树上，然后趴进草丛偷偷观察。下一秒，一个怪物赫然出现。几天前，甜心遇到海难，被冲到了荒岛上，旁边一起冲来的还有他的好朋友。不过朋友并没有他这么幸运，被一根珊瑚插在了肚子上。甜心大声呼救，但却无人应答。眼看朋友伤势严重，就要停止呼吸，他心一横，就拔掉了珊瑚。朋友疼得惊醒过来，甜心赶紧去给他找水源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椰子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砸开。但等甜心赶到时，朋友已经不省人事了。甜心试图走出这座荒岛，但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。他四处寻找可以利用的物资，但只找到几瓶可乐和一盒火柴。晚上下起了大雨，他冷得瑟瑟发抖，但也只能蜷缩在角落里度过一宿。第二天早上，岸边冲上来几条鱼，其中一条死状惨烈的鲨鱼引起了甜心的注意。他显然是受到了某种生物的袭击。当务之急是解决饥饿问题，甜心用石头碎片把鱼分割开来，凑合吃了一顿，然后把朋友推进沙坑埋起来，好让他入土为安。可过了一天之后，眼前的一幕让甜心慌了神。他捂住嘴巴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难道这里真的有可怕的生物？甜心赶紧做了一根长矛防身。此时海面飘过来一些物品，是行李箱和一个水桶。他游过去把物品拿上岸，想再去海里看看有没有其他东西，却在海底发现一个黑洞，吓得他匆忙游回岸。夜晚头顶传来飞机的声音，甜心立马拿出信号枪发射。眼看子弹在海面抹过一抹亮光，一个奇怪的身影浮现在海面上。海面出现巨大身影，夜幕中怪物缓缓而来，吓得甜心赶紧躲了起来。他躲在草丛里祈祷，希望怪物不要发现自己。几分钟过后，怪物终于走了。夜晚再次来临，他钻进了一个树洞里，这里应该很安全。结果等他一觉醒来，自己竟然被怪物推着再走。甜心在里面瑟瑟发抖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等天亮之后，树洞外面已经被咬得一片狼藉。甜心找到一些帆布，做成一个吊床挂在空中，想在今晚睡个好觉。可到了晚上，怪物再次出现，甜心吓得缩成一团。这一次怪物发现他，直接把他从吊床上掀翻在地。甜心拼命逃跑，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没过一会儿，怪物直接跳在了他的面前。甜心拿出长矛攻击，却被怪物扔出去好几米远。就在甜心以为自己要领盒饭的时候，一道闪电划过，怪物瞬间没了踪影。暴雨中，甜心只能用手撑着在树上熬过一夜。不远处飘了一个救生艇，原来是男友和闺蜜来了。甜心赶去和他们会合，还拿出可乐热情招待。她告诉两人，吃饱之后啊，要尽快离开这里，不然就会遭到怪物的袭击。可两人根本不信，坚持留在岛上等待救援。甜心拗不过他们，也不再多说，决定自己独自逃生。可还没来得及把救生艇推进海里，就被两人发现了。男友拼命地拉住甜心，正当她奋力反抗的时候，闺蜜一棍把她给拍晕。再次醒来，甜心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树上。就在两人吵架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一声尖叫，男友赶紧拿起火把过去查看，却被怪物一掌拍飞。而此时的闺蜜已经奄奄一息，被怪物拖进了海里。一男一女被困荒岛，还有不知名怪物的袭击。男友站在树上不敢下来，甜心说怪物不会在白天出现。男友立马跳了下来，主动整理物资，他现在一刻也不想留在荒岛上。两人推着救生艇打算离开，可还没走多远，这海面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。惊慌之余，怪物的爪子已经伸了过来，吓得两人赶紧躲在帐篷里拉上拉链。可那怪物也不傻，开始在底部发起攻击，还撕破了救生艇，把头伸进了船内。男友赶紧用信号弹射击，暂时赶跑了怪物。甜心大口喘着粗气，下一秒他被拽了下去。怪物拉着甜心潜入海底，但他没有就此放弃，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狠狠地刺向怪物。怪物受了伤，于是把甜心放开，转身游回了海底深处。而男友那边却扑通跳进了海里。怪物一看，这来一个送上门的，不要白不要啊。男友还没来得及反抗，就被怪物轻松制服，将他拉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洞。甜心想去营救，但自己已经快要窒息了，他赶紧浮出海面。等他回到岸上，小岛上只剩下他一个人。此时他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，既然逃不了，那就和怪物决一死战。甜心先是准备好火种，接着搜集了大量的柴火堆，再制作长矛防身。等到夜晚降临，怪物如约来到岛上，他把怪物引入陷阱，点燃了火堆。害怕光亮的怪物被围在火堆中间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甜心则趁机用长矛刺向怪物，当他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，却被怪物给拎了起来。这甜心也是一个狠人，拿起木棍就刺，一下又一下，疼得怪物把他丢了出去。甜心爬起来拼命狂奔，当怪物追上他时，终于因为伤势严重倒了下去。就这样，甜心仅凭一己